绍的是椒盐肉宰鱼，我们准备的主材料有肉宰鱼两只、面粉一大匙、胡椒盐两匙、两小匙、沙拉油两匙。我们先把肉宰鱼用胡椒盐涂抹两侧，然后面粉，鱼沾满面粉，两面沾满面粉，然后点火，加沙拉油，然后火转小，等油热之后，把鱼抓尾巴、油头放入，把鱼煎到筷子或者是夹子可以把鱼肉插过去之后即熟。现在关火，把鱼肉盛起，盛满之后再撒上少许的胡椒盐，我们椒盐肉宰鱼完成。